画面上可以看到机车骑士竟然站着骑机车更举手敬礼，一旁拍摄者还哈哈大笑。这段流传在网络上的危险驾驶影片引起警方高度重视，地点疑似在市民大道七段新兴公园前。南港分局方面说明追查情况。网传112年11月26日，红牌大众机于市民大道七段新兴公园前，以站立于机车上之危险方式驾车，为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调阅当日路口监视器，未发现该违规情事，分局将扩大调阅确认车牌号码，并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43条第一项第一款，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险方式驾车进行举发，将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以下罚锟，并吊扣该牌照6个月。南港分局呼吁守卫控制手把、站立在机车上、蛇行、竞速、逼车或骤然刹车等，都是属于严重威胁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危险驾驶行为，呼吁用路人务必遵守交通安全规则，勿以身试法。对于危险驾驶行为，警方一定会主动予以告发取缔，以保障用路安全。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。